扒过男生的裤子。啊，对啊，你很没有素质。你有吗？你你们仨有吗？没有。大姐，我之前晕车的时候吐出来，快要吐出来的时候，我又咽了回去。这个好有画面感。我之前喝醉的时候吐出来，我也咽进去过。哎呦！你俩有吗？没有。我念书的时候翻学校的围墙，然后我翻在上面以后，然后发现校长也在往里翻，他就在栏杆上相遇了。他翻他的，我继续翻我的，然后我的裤子就屁股那就被划烂了，我一直把我的屁股捂着去逛的街。然后校长也没有通报我。可能他也划烂了。你们仨有吗？没有。我去我前男友家做客的时候，他妈妈做的菜特别好吃，我就想去上厕所，然后上大厕所就把他家马桶堵了。